也从愿望之马内逃出来了。不是不是，我们逃出来了。博士，你好厉害呀，破解了愿望之马。妙卡，走吧。博士，我们为什么不把罗克他们抓起来？他们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对了，忘了带走愿望之马。交给我吧。博士，愿望之马到手。变成猫不要。嘿嘿，这下我天下无敌啦。不是，变成猫还回去了，但是可来了这个。正好拿你做实验。IQ 也摆平了，真棒！这就是编程技术之一，机器人编程。UBIQ 变成平板。机器人编程是为使机器人完成某种任务而设置的动作顺序描述，机器人运动和作业的指令都是由程序进行控制。说了你也不懂，反正 UBIQ 现在已经被我控制了。等等 UBIQ， 留在这儿监视罗克。走，我们要统治数学世界。博士，要不我们先把卡布抓起来。妙卡，看来你聪明不少了。我们偷偷潜进城堡，把卡布偷走。好刺激呀。原来我还有做特工的潜质啊。嘘，深夜肯定都睡着了。偷走卡布简直太简单了。博士，那里有奇怪的东西。怕什么，我们是大反派，天不怕地不怕。不就是条狗吗？怕什么？看我教训他！喵卡，快帮我呀！平时没见你跑这么快呀！我最怕狗了。幸好爬得快。现在怎么办？卡布，卡布，卡布，卡布！喵卡，你能不能安静点？卡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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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布！天快亮了，卡布出来做运动。天都在帮我。不用去城堡就能抓卡布。卡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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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想挨打就乖乖听话。卡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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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卡布，卡布，卡布，
三个卡布分散了，我们可以逐个击破。卡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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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定！卡布，卡布，忘了，他们是2.0智能卡布。现在才说，我们也得升级智能2.0。卡布，卡布。救命啊，卡布变身智能杀手了。不是，怎么办？不是，我们还抓他们吗？不被他们抓就万幸了，这辈子都不想碰见这些怪物。走吧。我当是谁？许久未见的博士和缪克。我国王，这么久不见，你还是这么帅。那当然。缪克，我们走，别浪费时间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左边不就是我前天用来捉小猪蛙的陷阱吗？休想走！卡布、多利，跟我抓住他们。卡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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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都没干，全抓住了。嘿嘿，挖好陷阱自己跳，真不愧是国。喵！哇，发生什么了？愿望之法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！我可不好了，怎么了？卡布们不见了，还有我爸爸，还有多利，通通都不见了。这也太巧了。难道又出现小偷？现在的小偷什么都偷吗？罗克，想不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难道说？没错，一切都是我干的。想救你们的朋友，就来喷泉广场。有事没事，有事没事，有事。欢迎博士归来。博士，这是谁呀？本季大反派。快放了我爸爸！这次我要将你们一网打尽，就没有人妨碍我统治数学世界了。卡布，抓住他们！卡布好像被他控制了，大家分开逃。怎么回事？你干什么？快放开我们呀！不好，尤比阿 Q 和卡布们好像都被控制了。怎么办，罗克？罗克，你逃不了了，给我上！先跑再说。
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猫老祖。人工智能，英文缩写为 AI， 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人的智能的科学。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，它企图制造以人类智能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，包括机器人、语言识别、图像识别和专家系统等。人工智能从诞生以来，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，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，能像人那样思考，极富挑战性，如机器学习、计算机视觉等等。总的来说，目标是使机器能够胜任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。不能出去！博客，快想想办法呀！变成猫，你快把 UBIQ 修好啊！不行啊，欲望之马被抢走了，我没有工具啊！我就要成功了！为什么？利用愿望之马，再加上编程，我就可以控制一切东西。为什么要控制一切东西？因为接下来要控制整个地球，所有的汽车、飞机、电器、电脑等等都将听我的命令。为什么要命令他们呢？你给我闭嘴，去检查一下笼子锁好了没有。是愿望之马，它被启动了。来不及了。爷爷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要一直擦你的脸，直到你想出办法为止。等等，也许国王他们有办法。我不配做国王啊！猫老祖说过，智能机器人是有记忆功能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也许可以唤醒 UBIQ 的记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 ？UBIQ， 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罗克呀。哈哈哈，这下没人管我了，我可以玩到晚上十点再睡觉了。有效果，罗克，继续。还有啊，我每天都不去上学，只吃垃圾食品，还要去危险的地方玩。尤比亚 Q， 你不想我变成坏孩子吧？快想起来，把门打开。国王，钥匙哪来的？我可是国王，介绍一下我的新粉丝。国王救人的时候真帅，我怎么能让我的偶像哭泣呢？要不要 Q？ 要不要 Q？ 要不要 Q？ 喂喂，快放开我！毛老鼠，幸好我可以远程连线，已经修复好 UBIQ 了。好了，快放开我呀！哎呀，就快完成了。住手！啊！你们三个是怎么逃出来的？三个？博士，你的数学越来越差了。我们明明有……我要出一本书，聪明的国王用他的智慧逃出了坏人的陷阱。国王好帅！你要看，气死我了！博士，愿望之马还是故障状态。是的，现在用它来编码是不稳定的。已经太迟了，我已经让它向小镇的所有电器发出指令了。那不是我家的电饭煲吗？全乱啦！所有的电器和车辆都被我控制了。你错了，你的编程是让电器们利用愿望之马。你说什么？本来就故障的愿望之马，给了它错误编程，
这些电器不会听你的命令，而且会暴走。不可能，我可是天才，我设计的程序。听我的命令，停下！哎呀！啊！救命啊！猫老祖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必须进入愿望之马内部，先修复愿望之马，再重新编程。看见你太好了。通过 UBIQ 我们才能一起并肩作战。我们快点开始吧。嗯，太棒了，开始吧。别紧张，记住我教过你的东西。第一，警长，谢谢你们。爸爸，这边。哎呀！哎呦！哎呀！猫老祖，最关键的时候断线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冷静点，仔细想想之前学的，按照流程分析、设计、编码、测试、除错，先下达明确的命令，最后是根据猫老祖的注释，我一定能做到的。不好了！罗克，不要怕。小强，别逞能，勇气徽章没有神奇的力量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带了帮手。卡布恢复正常了，太好了！卡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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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一步，一定要成功啊！编程猫，你终于修复了愿望之马，你的地球之旅没白来啊。为了纪念这次胜利，我决定为编程猫举办一场盛大的舞会。算一算，想一想，又到了愿望之马出题的时间。愿望之马，如你所愿，只要答对数学题就能实现你的愿望。编程猫，愿望之马要出题了，你来答题吧。是啊，这是你回原马世界的机会。对呀，编程猫，这也是你努力得来的。我数学不好，是不会跟你抢的。谢谢大家，原马世界是我的家，我一定要回去的。愿望之马，我来答题。你们五个小朋友过一座桥，过桥的时候是黑夜，所以必须有灯。现在依依过桥要一秒，编程猫要三秒，罗克要六秒，花花要八秒，小强要十二秒。每次此桥最多可过两人，而过桥的速度以过桥最慢者而定，而且灯在点燃后三十秒就会熄灭。问你们如何过桥？这个难不倒我。第一步，依依与编程猫过桥，依依回来，好。
耗14秒，第二步依与罗克过桥，变成猫回来耗19秒，第三步花花与小乔过桥，依依回来耗13秒，最后依依与变成猫过桥耗13秒，4+9+13+3=29秒，总共耗时29秒。恭喜编程猫，你答对了，请说出你的愿望。我要回到原马世界。愿望之马，如你所愿。愿望之马实现愿望只有3分钟，3分钟？不会吧，只有终极愿望才是永远的。没关系，下次再让你答题，总会有机会的。那现在就来办场盛大的舞会。哎，3+3=9，我知道1234，7+7=9，我知道我知道5678，变成猫和你就在数学的荒岛，计算少不了，变成更奇妙，加减乘除程序运行答案是多少，像我变成的奇妙，嗷嗷，3+3=9，我知道我知道1234，人工智能也知道也知道3251，变成猫和你就在数学的荒岛，计算少不了，变成更奇妙，加减乘除程序运行答案是多少，像我变成的奇妙，嗷嗷，哎，1234567890，倒数可以吗，7-9-8-7-6-5-4-3-2-1，1231，变成猫和你就在数学的荒岛，计算少不了，变成更奇妙，加减乘除程序运行答案是多少，像我变成的奇妙，5, 6, 7, 8, 9, 10 1, 2, 3, 4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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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, 6, 7, 8, 9,